上岗了。哎，对，那对。六点前啦，跟下来采访，遇到等阶段时间。天气太冷了，各镇要来采访，遇到新疆的刚来到我来听。上房寂寞，遇到开心路，我去找你路线上。遇到新疆，用大脑里头练的，去真的找看。那些用大脑安乐过，涉及到的很难了。这多人呢，要一块钱的。在遇到感情中点点了。多几度心。